哇，热伴姐跳舞，啊，这就4秒了，开心。好像你的声音呢，吴老师，吴老师是不是你唱的？怎么像你的声音啊？经常的，啊，还有唱，对，很难呢，难，难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啊，好多啊，动作，好复杂呀，我觉得。 能感觉出来这个歌难点很多，就看一些断句，它的节奏就比较变化比较多吧。24小时就必须，绝对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考验。我想象我自己跳的那个画面，怎么可能嘛？我一点舞蹈基础都没有。OK OK OK， 哦，有点兴奋，完了，全程光顾着看脸了，怎么办？创造营的训练里面。 我们所有的老师会一直陪伴大家来度过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但是我们四个人分别是哪个班级的班主任，我也不知道。<笑>期待。我对这件事情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非常的忐忑。为什么了？因为 F 班真的人好多啊，我们被嫌弃了。C 班也差不多一样多啊。OK， 我们抽签的这一刻，终于来到了。哇，抽签这么随便吗？我来抽了。吴老师先抽，选这个呢？还是这个？这个环节不应该是他打开的时候我们喊吗？怎么他抽的时候我们就在喊的呀？郭老师你先来。好。 我觉得是F班，来来来，喂，我想要郭老师，我刚刚跟那里心灵通电了。F 班喜提，苏有朋老师，我抽到头衔了，我，耶耶耶，强颜玩笑，听不出来，但很开心哎。老师你开心一点，老师你开心一点。当时抽到苏老师的时候，他不敢向我们表现出来，怕我们会不开心。然后他很兴奋，但是带着一丝苦涩。 一、二、三，中！那接下来，请各位同学到我们的教学区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黑板，同学们，主题曲24小时任务计时即将开始。 首先，它就有分几段，那个 chorus 的部分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比较简单。verse 的部分，我觉得它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重复的。我个人有一点建议，你可以说，擅长舞蹈的可以有4到5个人先把舞蹈给排出来，对，然后会唱歌的人先把音乐，对，然后每个人带一个人或一个人带两个人这样去做，我觉得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。所以因为现在它东西还没放出来。 我们尽量用短的时间里面，先把一个歌词去练一下，再自己去消化一下歌词。好的，好。其实 F 班有很多是当初选了 A， 被打到F的，对吧？有哪些？我看一下，举手一下。哇，哈哈哈哈。然后有 OK， 请放下。因为咱们班的这个能力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大家可能先分3个班吧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咱们都是在第1个班，等你2个都记到80%。 之后你就可以到第二个 group 来练了，所以第3个班就是最后挑那个80分到100分那个挑细节的那个班。好，这个桥段太残忍了吧！我一回头背后没有人。刚开始24小时，然后别的班都开始在背歌词了，然后我们班霍老师在选班长。恭喜我们的马雪阳当选我们的班长！班长好，班长好，班长好。
好，班长选出两位，我们分 vocal 课代表、dance 课代表。好。我想请问在场的谁有过教学的经验？哇，十年经验。队长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我能解决。我曾经有过十年的组合的经验，十年的组合的经验。以我这十年的经验来看，不好意思，请李新一、赵磊出列，请夏之光、徐珂出列。来决定吧，大家加油！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胡老师好像花了半个小时来选科代表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。当我们明确了哪件事情该由谁来负责的时候，其实效率会好很多，会高效很多。真的来说，我觉得很难。你叫我也背起来，我也觉得有一点。老师，你可以的。对，可以的。能。我现在好想派你们每一组去另外一组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你们是 A 班，你们是 B 班，你们是 F 班，我们去听他们在说什么，你再回来报告好吗？谢谢。我想知道别的导师在做什么。其实你没有旋律很难背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叫他们先去探听。去，我想去。那这些就会将来会，哎，后面的同学怎样？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没关系啊。哎，干嘛呢？跳！哎，我出道比较久了，我经历过非常多的难关。OK， 那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压力、遇到难关要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有焦虑、会有紧张。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，我们，哎，我的新爵怎么可以让你们听了走开啊？你们隔壁棚的走错摄影棚了，没有听到，走开。那因为教员可以说是师兄了，你的经验比较丰富，所以呢，大家回来了，对。啊，那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打招呼嘛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你们C班也是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先把这个歌词你们都快回去把那个歌词练好。好。谢谢老师。结果好像没有听到什么，没有听到什么。哇哇哇！哎，是，我跟你说，摄像大哥，你撤，一会儿屏幕上一定要准备放主题曲了。真的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学。镜面版，镜面版，镜面版，镜面版。Moving, moving, moving， 加油加油，舞蹈组。真正充斥在我胸，我奋斗争先锋。哎。你看看人家一般的，你看人家一般的，我知道，但他都开始跳起来了，赶紧啊！